队这边快攻的机会，应该就不停了、啊。底角又是杜润旺，三分进了，追平比分。眼瞅着呢，一个是有底气，另外一个这场球啊，杜峰指导没压力，嗯，所以敢随意换。哎呦，底角三分球再进，自信啊！哎、这个杜润旺以前都是空位投篮，这人面前有防守人啊。杜润旺空位的机会，好球、又进了。继续到篮下，可以往出给，可以往出给，嚯！艺高人胆大啊！柯凡，你闭嘴！哎、投多坚决。对，杜润旺第一个三分面前有人啊。对，这球给后卫德莱尼，这是干什么？又空了。杜润旺再进三分，今天三个三分球了。嗯，就是你看今天对位上，他的身高优势太明显了。广东那边今天。感觉德莱尼确实没有赵睿好用，嗯，赵睿三分球三分的机会，你说他三分球这么准啊？为什么？赵睿，杜润旺三分，好球！这个三分不，他太准了，对，带着领先进入到第四节，太准了他。这个是有防守的，这是刚刚我说的，就是你哪怕这个杜润旺这个点或者其他的三分点，一定要投两。好球，林飞，嗯，犯规，脚上感觉这个好像滑了一步啊，啊，撞了一下，对，但是他支撑脚没动，底线洪明轩溜过去，不传得漂亮，哦、这明星动作啊，这是，这传得真漂亮啊，哎，杜润旺不看人传球，带到冠军，就是碰上联防也害怕。这边还是联防转底角，杜润旺三分球，哇、哦，真准啊！大心脏，这第五个了吧？今天，嗯，赵睿给到篮下，篮下吸引防守，杜润旺三分就进了！哎呀，这个小将厉害！天啊，这球啊，这个战术真好、啊，战术真棒啊！嗯，广东队这边快攻的机会。应该就不停了、啊。底角又是杜润旺，三分进了，追平比分。哇，小将杜润旺一战成名啊！不急不急，这边出现一秒钟，再来赵睿，赵睿给到孟铎，孟铎进来了，特步中距离绝杀，最后孟铎绝杀，孟铎最终的四分，帮助广东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我的天哪，129比127，哇塞，孟德快把自己的小心脏给打碎了。